妹妹有来。真的？嗯呐。好嘞。有人。你都是空气啊？啊，都是空气是不是？可以了。安姐夫啊。哎。那又来了。走，我去气气你姐。俺不去。怎么不去呢？为什么不去？上次都挨打，你不知道。你别笑，俺不要你，上次都挨打了。作业转移的原因吗？哦，我懂了。哎呀！哇哦！关键这不是钱的事。快点吧，行了，抹盐了吧，拿着吧，快点。俺就是想去气气俺妈。对对对。一切还是老规矩，听我指挥。Okay. 快！娘又怎么了？就怎么了？什么叫娘上来了？俺们怎么都不能上来呢？看见你们就烦你。烦什么？一分钟都不想看。也不是你烦什么呢？哎呀，还一分钟不想看、啊，就好像俺回家看他一样的。谁让你上来了？下去！俺就不下。妹妹。嘴巴里边想吃点东西呢，有人想吃东西啊？嗯，俺想吃什么呢？你看看，俺家有水果，有苹果，有橙子什么的。你看，拿个苹果吃吃吧。行，你查查啊。哦，妹妹。哦。我这手不舒服，不能拿苹果。不能拿啊。嗯，没事，妹妹喂你。行，来。自己没有手是不是？自己没有手啊？自己没有手啊？是自己没有手？我问你啊！啊呀，妹妹手疼，手疼，疼。俺姐夫手。你闭嘴！我手不住。不要说话。是没有手啊？是没有？吐了，吐了。有人。妹妹，你在我这边，我怎么能吐了？你脸上能待着待，不能待，滚下去！干什么？你看你训的样。神经病！我手不舒服了，妹妹被我吃了苹果。我看看手到底有多少多不舒服来，来看看看，不舒服，不舒服，不舒服。闭嘴！哎呦我的妈！该吃是不是？该吃是不是？吐了，妹妹真吐。吐了，手不要打，吐，吐，一，十。自己没有说啊？不吃，不吃，不吃了。俺不吃，不吃，不吃。这么生气吗？闭嘴！妹妹，哎，我手疼完，头又开始疼了呢。哎呀，头疼啊！嗯，那我那个，你姐给我揉揉头啊。肯定不能给我揉，对，耽误他，对，耽误他。妹妹，你揉来。真的？嗯呐。好嘞。有人。你都是空气啊？啊，都是空气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我怕耽误你吗？耽误啊？啊，你都是空气是不是？还有你啊？啊，这能换个揉的？啊，我让妹妹，我揉个头有什么了？姐，头疼还能不给揉？啊，我头疼，我给揉来。啊，头疼。头还疼不疼啊？啥心都弱啊！头还疼不疼啊？啊！哎，你这个疼，你那个疼，你疼啊！你再疼！闭嘴！能不能给我滚走？能不能打架？能不能像妹妹一样温柔一点？妹妹温柔，不要咱俩，不要咱俩，赶紧给我滚！你还没滚干嘛呢？还是你妹啊？能上哪去？闭嘴！都是空气，你呀！哎呀，快，妹妹，快跑！